明星来了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鹏，今天又是我们的特别节目，我要上春晚。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也很行和有两下子的话，可以通过报名方式来联系我们，我们是唯一的网络的报名的一个渠道。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看一下还会有哪些人出现呢，又会有哪些绝活呢，期待一下。明星来了的所有的网友大家好，我是李玉刚，今天化着妆不便于大家多说，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心，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。哎呦，这个李老师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好美哦，您这个就是有那种就是很温柔的感觉。还好吧，不敢粗犷。不敢粗犷。哎，那今天这样，李老师，刚才您上那个我要上春晚这个节目当中表演的是什么节目？是我的一首歌，叫《镜花水月》。哦，镜花水月。对，那今天我们能不能有耳福在现场稍微听一下您来这个《镜花水月》，来一小段，就在这里。好吧，试着啊。镜中佳人花无眠，水映残月月无言，风吹花儿枝白，月儿走，心却流。哎呦，听的都已经是入神了。没有，这样的难度太大了，就有点清唱是吧？这个您对我们那个《明星来了》所有的网友，我们这个节目在网上的受众也很广，能不能给您说一些，让这些人过去支持你？哦，谢谢大家，非常希望上春晚，因为我从星光大道一路走来，我很多的战友都上过春晚，可能上春晚是我的一个梦，但是很多事情一切随缘，有一点会继续努力。